五颜六色的万花筒隧道，带你一起认识光学与颜色的秘密。桃园市中坜区的儿童美术馆举办光合作用展，打造互动式体验区，通过线条、几何与颜色的不同，邀请孩子拿起绿光片，观察色彩和光学的交融变化。小朋友化身小小探险家，拿着三色绿光片开心探索，在迷宫里仔细观察。桃园市中坜区的儿童美术馆举办光合作用展，结合光学与色彩教育，设计一系列的体验互动区，与孩子们展开视觉和科学的奇妙之旅。今天的光合作用展览那除了是让美好带给校园、带给同学之外，其实最重要的是希望说大家不要用单一刻度的角度来看待艺术，所以说以不同的颜色、不同的色块、不同的线条、不同的光影，让更多的可能性打开我们的视野，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过来。展场由万花筒隧道开始，从镜面色光与图文探索空间的延伸，还有光与色彩实验室和色光调色盘等展区，让孩子混合色光观察，认识颜色，激发他们的无限创意。那因为这些交通活动都是我们自己规划的，那透过了一些科学的，还有艺术，还有我们同仁的一个创新的想法，那分享大家。那从其实我们从9月5号开始开放大家来，团体来我们的预约导览。其实到现在为止，已经有将近30场次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，能够在平日的时候呢，就能够来参观。展览特别规划52场教育活动，而皮塘生态乡工作坊还会带着孩子认识青塘园的动植物，以三原色共创，将成果一起融入光合作用的展区中，让教育结合游戏，快乐学习。